跟邱泽是不是有点暧昧？有点暧昧，但是没有追成功啦。邱泽没有追成功。对，然后阮经天又是苏有你的前任。前任。对，台湾娱乐圈。还有陈乔恩呢？陈乔恩好像也是邱泽的前任。对。在娱乐圈，好多表好表姐，最近好精彩哦！给你们鼓掌。这是一个姐夫的歌啊。姐夫，姐夫，姐夫不开心了，他说不可以讲究，不可以讲究。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，也算懂得什么是好，什么不好。最近还是一样依旧配合你的情话，你的追求着你的We'll be right back.